今天看一下海洋的软体动物，首先是大家都喜欢的小兔子，我们通常都喜欢叫它们海兔子，不过其实它们并非生物分类上的海兔。专业上的海兔是指一些长得略为素雅的家伙，两者虽然是亲戚，不过真海兔属于贝顿目，而这些小可爱属于裸鳃目。裸鳃目下面很多科属，接下来几期我们会分别做一下简单介绍。由于并不常见，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并不多，这种长得像小兔的家伙专业上把它们划归为海麒麟总科。这些小家伙其实很好识别，一对兔子耳朵外加一个小尾巴，没错，就是海麒麟了。还有一个和它们长得类似并且不怎么可爱的家伙，它们属于裸鳃目多角总科。区分多角和麒麟的方法是，除了麒麟更可爱外，多角的尾巴在腰部且更丑更大。这些所谓的尾巴都是它们用来呼吸的鳃，它们和陆地迫于同宗远栖，基本上所有裸鳃类都是雌雄同体，它们可以互相慰藉，也可以抱团取暖，有时候会几个好朋友一起开展基因交易。雌雄同体的好处在于省时省力并且快乐加倍，而且不存在什么性别冲突。下面就一起欣赏一下各种兔子吧。